说完了这超链接的四种状态以后呢，咱就得说一说另外几个了，是吧？比如说什么样啊？像什么那个 P 标签也有这状态，就是 first letter first line， 就是首行首字母，这见过吧？啊，见过是吧？那老师啥意思啊？哎，你们看那个报纸写的时候，写文章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的时候那个第一个特别大呀？是吧？来，大家弄一下好吧？这老师什么情况？我们不是有段落吗？冒号 first， 杠一个叫做 letter， 首字母 font size 36，紧跟着 color 叫红的，行嘞，大家哟，看着，我刷了刷了刷刷刷刷刷刷，哎呀，什么情况？居然 P 标签没变化呢吗？如此不给力是怎么办？我今天词霸开干嘛？这个玩意儿，大家，这叫狐狸，燃烧的狐狸，有吗？大家很遗憾，这破玩意 IE6 不支持。IE6 啊，这个浏览器的版本呢，已经非常的低了，懂了吧？所以说啊，这 IE6 呢，有些效果吧，它看不到。IE7 的升级，我跟你讲，绝对不是多标签的升级，那个是内核升级，听懂吧？解析的那个内核开始变化了。那 IE6 呢是老版本啊。所以大家这个呢，让大家知道了哈，我之所以一直保留 IE6 就可以演示一些效果，因为我们在做效果的时候呢，不同的浏览器显效果是不一样的，解析方式也是不一样的。OK， 所以我们说浏览器怎么划分呢？浏览器应该按照厂商来划分比较靠谱，而不应该光按照名字划分，什么澳游啊什么，最早期都用的那 IE 内核，只不过现在呢有了公共内核啊。那么再接下来呢，大家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是吧？这都什么样啊？这都说老师，你刚刚说这么多状态了，对吧？那个能不能把这状态加到其他标签上呢？我其他标签是吧？很多哥们呀学这个东西呢就学死了，以为说哎那个未点前点之后悬停这种东西是不是只能放在 A 标签上啊？其他标签也能不能用啊？对吧？来，大家我们演示一下好吧。老师做一个猛点的是吧？当然不是所有标签都能用嘛。我们说一个什么样啊 ？DIV 冒号好我。哇，屌了吧！背景色来一个叫做红的，前景色来一个叫做白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在 DIV 上加了一个伪元素，加了什么？悬停状态，真的假的呀？我一个刷，刷刷刷刷，有变化吗？没有，我这一个刷，有吗？好了，大家看到了吧？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现在啊，我跟你讲，高版本的这些伪元素都支持。正因为伪元素的都支持出现了，你知道吗？很多 CS 的高手们根本都不借助 JavaScript 这种程序设计语言，就能做出来网页当中很多很炫的效果，能懂吧？而这些效果，我们拿来看，我们也能做。只不过我们干嘛呀？我们是用程序设计来完成的，欧了吧？这就是差距啊！啊，这帮哥们玩是创意，咱玩啥呀？是逻辑。好了哈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以为说会在先台玩前台去了是吧？那不可能的，知道吗？咱有学员说老师我要转前台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。我说你美工工地怎么样？不行啊，那你玩干嘛？你说那边看不了，一看哇哇一堆吐，你怎么办那个？对吧？所以就不要再弄了，好吧？做前面那帮哥们不是说我懂 CSS 怎么怎么样是吧？那帮哥们呀，有很多我跟你讲，都是有的是前期的，有的是后期的，都要去一些这个美术的院校啊去进行进修的，懂了吧？都进修的，知道吗？进修完了以后，这帮哥们呢才会用这工具呢去实现一些创意、一些效果，是这样的啊。你不要以为钱那么好搞，知道吧？钱的工资是不低的，懂吗？你像我认识那个前台，人家那边人是学美术的，
他画那个油画呀，画那个东西画的特别漂亮，只不过呢他的工具不是很熟，后期他们学 Photoshop 用 Photoshop 开始画画，对吧？所以 Photoshop 顶多是一种工具而已啊，这要搞清楚大家。所以在这屋里写代码呗，对吧？好了，这里我就不用再多说了，是吧？今天还有一个 Focus 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这种效果呢你们也肯定在我们的网页当中有所见识，叫做 Input， 这个叫做文本框，我们再来一个文本框，是吧？这些东西什么样呢？一刷新大家发现当当有没有，哎，最基本的一些什么这个文本框嘛，当我们光标点中以后这叫什么样啊，是不是具备焦点了呀？哎，焦点就懂了，是吧？就是光标集中的地方就焦点，是吧？能够进行录数据的，我们得加上一个叫做伪元素，焦点伪元素input 嘛哈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大家 focus， 背景来一个当当，大家上眼了啊！刷新，我当当当当当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刷新，我当当当，哇！嗨，那个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 focus 啊 focus 别听错了哈， I feel 你什么意啊，一天刷新当当当当，老师不还着呀，刷新当当当当，懂了，哇这屌了，对吧？这还行啊，看着比较爽一爽，只不过 IE6 没有效果，大家开发的时候小一点知道吧，目前的 IE6 还是主流，懂我意思吗？i6 占有的市场份额还是很高的哈，因为 XP 占的市场份额高，但是后期大家都知道 Win8 来了吧，对吧？估计啊用一两年时间就应该取代了。那